里是福智文创，福智文创是经由老师希望我们能够做一些小小的文创商品，即使他再小，他也可以看到自己跟师长心里的慈悲，看到振奋人心的力量。我们的开发商品都是跟学习相关的，因为这一次的义师恩法会，我们就是想要缅怀师父带着我们学习的精神，所以我们特别有做了一些学习系列的，尤其是进金箔。我看到很早期的师姐手上都会有一个进金箔，那进金箔是有师父的烙印的进金箔。我有一次就问师姐说为什么他们会有，他就说是在以前他在高雄的善行班开班的时候，师父亲手一个一个送给他们进金箔。那时候听了就觉得说我没有见到师父，但是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进金箔，让我们可以抱着广论，我们可以恭敬的请法。师父最想要我们做的就是好好学广论，所以希望大家第一能够在这个塔前集资粮做供养，广大的供养。其次就是这个塔的前方我们有放了金刚力心咒还有防化轮这样子的保护的组合，那就是希望大家在学习上不要有违缘。如果我们能够每个人都能够好好学习，就是对师长最大的报恩，就是用这样的心来设计这样的文创塔。